他打包扔钱呢，也是，他哥让日本人给杀了，他能要这钱吗？ 你是郝美华吗？ 是啊，挺恨的你啊！你知道他家的情况吗？他哥被处决了，他是抗俗，你娶了他，隔三天要到派出所报告一次。今儿警署专门派人到派出所送了公文，不允许你走出大院一步，否则呀。 按反满抗日论处，如果这个大院里人发现情况不报告，按同案犯处理。姐，睡了吗？啊，躺下了。那个啥，晚上睡觉啊，别插门啊。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，怕不方便。 啊，我不插门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这一推门就可以进来了。知道了。今晚不能睡这儿，他说不让我插门。那我不睡这儿，我睡哪儿？你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快去！哎呀，快快快快去！ 人家不能走，从户口本上看你是我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啊？告诉你听好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小点声，行吗？你是谁呀？你是国职楷模，民众学习的好榜样。我呢，我是抗蜀，是龙大侠的妹妹。我可不能跟你那样逆来顺受，我要像我哥哥那样。 誓死不做亡国奴，我要到山上去找抗联，我要打鬼子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话以后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啊。不是那个，大伙儿全都签字画押了，你真不能走。你说你这一走，不仅把我跟妈连累了，整个院里的人都让你连累了，对不对？ 把那两个包袱搁下，多沉呐！啊！自打你那天跟妈回来，我看你的心情就一直不好。其实啊，你也不了解钟祥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
知儿莫过母。钟祥现在能留下来啊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我把他拖累成啊。他走不了。本来去年呢，我就跟钟祥说，我回老家李架山去。这钟祥，他说他先回去看看，安排安排。回来以后啊，几天几夜的也不吭声。后来才告诉我，我们笔架山老家呀，有2000多口的人呐，都让日本鬼子给杀光了。就我们家娘家18口人呐，整整18口啊，一个都没剩，连吃奶的孩子都让日本鬼子的机枪给突突了。断了这条路了，钟祥跟我呀，就只能在城里待着了。城里呀，开销大，又是房租的，我又要看病吃药。办喜事那天呢，这段里头又让他回去加班，要是不去呢，这就砸了饭碗了。那就为了养家嘛，就只好去了。我儿子可不窝囊，要娶你进家的时候啊，邻居们都劝他别为你哥的事儿啊受拐带。这钟祥都跟人家翻了脸了，眼下这当口啊，你要走，我们也不能绑着你。可是姑娘啊，我劝你还是留下吧，不全是为这个派出所要来找麻烦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跟我一样啊，你去哪儿啊？娘家你是回不去了。你那个后妈什么样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你刚才啊，跟钟祥说的那话呀，我都听见了。你看不起他，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呀，姑娘。那天晚上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要给我当闺女，嗯？郝校长没一会儿带人把郝校长的东西啊都装车要拉走了，您不下去点点，看有没有拿错的？不用看了，有啥好看的？他们爱拿什么就让他们拿什么，让他们都拿着走啊！不用看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给你爸捎个信儿，您挺想的，让他没事过来玩啊。万水，这万水在不在啊？我拿你订的票。
找燕子。文章，你订的票。我给你打听一下，你这是给谁送票啊？松江小学教务处主任，姓郑的。哦，这去哪儿呢？奉天22室，别找了呗。桂花，你把你哥这东西都拿回来。就这些吗？就这些。不对，还有一件我哥最心爱的东西。钟强，你又惹他了？那啥，那个，我今天不是去他哥学校了吗？把他哥留下的东西拉回来了。他看见东西，想他哥了。知道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张弓呗，没弦了，但一看是老东西。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，我们郝家前辈是戚继光的副将，是军中的神箭手，在杨天道一战射死了42个倭寇。42个倭寇，就是今天的日本鬼子。可怜这弓在我们这一辈断了血脉，我哥哥他不在了，这神弓也没法传下去了。哥走了，不是还有你呢吗？我是个女人。别把身子给哭坏了。女人咋了？花木兰还是女人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还你？你有什么用啊？你是那个弯弓搭箭的人吗？Thank you.
单忠祥知道自己完蛋了，他反倒没有一点紧张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想到的竟是提包里的钱。如果他能把这包钱带回家，妈妈和美华往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。冷大侠是不会让你们抓活的。
这个案子不在我们接手，因为郑怀水是龙大侠的检举者。虽然我们赔上了这条帝国军人的性命，我估计最后还得由我们来侦办。 你找谁呀？你就是新过门的小嫂子吧？长得可真好看。哎呀，是李大夫来了。哎，您老人家耳朵还真尖，哪像有病的样儿啊？我就住隔壁，咱们两家是邻居。哦，我刚过门，认识人还很少，屋里坐吧。 单位可没在家呀、啊，上班去了，还没回来。婶儿啊，啊，您得说说单大哥，这刚结了婚，你说哪能把新媳妇撂家里往断上跑啊？李大夫，来来来，坐。哎呀，才分开没几天啊，怪想你的。 家里都好啊，别提了，这车呀刚到通化，铁路居然看上去给扒了，住2天旅店都没回去。这不，我这假也到期了，赶快带着贤君就先回来了。啊，美华呀，你先忙你的去啊，我跟李大夫唠唠嗑。嫂子，你把这麻花拿着，这在火车上买的，给你老婆婆在锅里溜溜，她牙口不好啊。 单中祥相信，自己昨晚是遇上了抗日军。他第一次知道枪是这么好使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要了4个日本兵的命。他现在后悔了，以往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枪一支枪呢？他暗暗下了决心，下一步自己要搞到一支枪。 郑怀水身上只中了一刀，而这一刀准确地刺穿了他的心脏。我们在他身上也发现了火车票，是22次当天开往奉天的火车票是没有被检的。松本太君，李警官昨天晚上和。
和枪匪战斗了一夜，这是他亲身经历的。如果后半部分由他来叙述的话，我想会比我说的更准确和详细。李警官，李警官，擦擦汗。谢谢，不用。昨天晚上大概……哦，不对，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钟吧，我听到了枪响。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响？我当时正睡在郑怀水和郝家太太隔壁的那间屋里。你是一个人睡在床上的吗？当然是一个人。你接着说。但是外面的情况我基本上看见了，他们有5、6个人，7、8个人，肯定有7、8个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来了一个小队？我一推开门，就遭到那个小组的射击，他们的火力十分之强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找到机会冲了出去。他们一看我冲出来，吓得惊慌失措，着急忙慌的就撤退了。我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，一号案犯并没有抓获，抓捕一号案犯仍然是我们第一号的任务。停一下，火车站送票的吧？嗯，对对。22次是你送吗？嗯，是我送。昨天松江小学教务处主任，他的票是你送的吧？你说是那姓郑的吧？对啊，是我送的。小伙子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啊，你的家你恐怕回不去了，因为昨天你给他送票的那个姓郑的，被他的仇人给杀了。日本人现在正在帮着他们家在找这个泄露消息的人，所以说你现在买辆车票跑吧，往北跑。阿姨，我妈可不让我瞎说，要是她知道了，非揍我不可。没事，阿姨呀，不跟你妈说，你告诉我吧。你没来到这院子里的时候，我妈和晒叔叔好；你一来到这院子里，我妈就带我躲出去，还在背后哭了呢。阿姨，我可没骗你，要是谁骗你，天打五雷轰。宪兵队里说，枪响的时候他是跟你睡在一起，可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一个人？说，我不是想骗皇军，是我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女的自己跑到我房间里来的。你还在撒谎！那个女人说，郑怀水逃走的时候偷走了保险柜里的钱，可我们到了现场并没有发现那笔钱。那不是很明显吗？被山上的抗日军拿走了呗。刘警长，你进来说。你出去等，滚。
宪兵队的摩托车已经在城北的江堰呢找到了，但是已经毁坏。枪的枪号也查清楚了，是原来汤原骑兵队配备的。太君，刚才开了个会，大家一直认为有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。什么环节？你说。因为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，郑怀水是要携款潜逃。那么他要携款潜逃，他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。那么抗日军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暴露他的底，那就是火车票。抗日军一定是知道了他订的火车票之后，才会安排人在早上起来他出门的时候刺杀他。这个环节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快的安排人把订票的和送票的人控制起来。太君，嫂子，你猜有啥好消息？哎，我这喝口凉水都塞牙，还能有啥好消息？这回呀，你就不塞牙了。郑怀水死了。单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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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段丽喊你，让你去警察署。去警察署干啥？我也没犯法。我想你媳妇惹什么事了吧？赶快撂下活，赶快去吧。走吧。走。班长，那啥，那个，要不你们先等我一下，等我回来再动。我去一趟。别，单师傅，你呢在这儿还是领着大家干活。下班之前要是交不出来，晚上那趟快车就得趴窝了啊！我媳妇儿被警察署抓去了。没事，我打个电话先问问去，好吧？也领着大家干活了啊，我去问问。好，好，好。把错给我拿。郝龙丁的妹妹嫁的那个人，你见过吗？见过面。这个人和宪兵队有什么关系？宪兵队？哦，这个人是蛮铁的，好像在技术上还是什么大拿。对了，前两天还登报纸了，蛮铁的董事长到他们家去发过奖金。可是这件事情和宪兵队的工作也扯不上了，也难说。满铁那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说不定什么人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宪兵队去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也没有什么大事。不过，宪兵队能为一个中国人请假，这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过。你们从来就把我们派出所的话当耳旁风了啊！上次老三家何美华交保的事儿，你们各家各户不都签了字了吗？他上中央大街演讲，你们这个大院怎么连一个人都不报告？你们以为签字画押是闹着玩的？这把看你们怎么腾得过去。告诉你们啊，每家每户罚你们一块二角，这也是署里边念你们是初犯，
优待的价。这还优待呢？一块二都能扯袋白面了。这院里有几家能掏出一块二的？不让你们疼，你们能长记性吗？两天，啊，两天如果交不出来，别怪我给你们扒锅。钟祥没在家呀？啊，他忙，他这几天呢就没咋在家。哎，坐。哎，大婶啊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那啥，你们家媳妇儿不是惹了点事儿吗？啥？美华惹事儿了？老婶子，刚才派出所的人来了。说你家媳妇儿跑到中央大街去了，说什么了我们也没听清楚，反正让人抓进去了。哦，这可咋整啊？那派出所没说啥呀？说了，说罚钱。上回不是让各家各户都签了个保证吗？这回呀，可下狠茬子了，每户一块二，说要是两天之内交不上，就拔锅封门。哎呀，这钱可不是个小数，可不是嘛！您老啊，掐着手指头算算，就咱们这个院儿，能拿出一块二的有几家啊？那可咋整啊？婶子，我守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是楼下的街坊们让我上来跟您说的。您看，这祸是您家儿媳妇惹的，这钱要让大伙儿都出，不合适是吧？不是咱们楼里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是实在拿不出这个钱。刘婶也在。钟祥回来了。啊，我过来看看你妈。那个，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了，在楼底下大伙都跟我说了。这回呢，是我们家媳妇惹的祸，派出所那个罚款呀，都由我们家出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觉得怪抹不开的。朱祥啊，邻居们是真的拿不出这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钱我这还有，前段时间不是刚发的奖金吗？都还没用，这您跟那个大伙说说啊。这是个路，请麻烦您了。钟祥啊，那美华惹什么祸了？没啥事，这不是上次那个陷害他哥的那个叫什么那郑怀水被人杀了啊，他一高兴吧，就撂到大街上去演讲去了。哎呀，那还能不抓吗？他人呢？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是谁告诉你我们大侠回来了？没有人告诉我，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。你要是跟我说实话呢，我就可以让你早点回家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送到宪兵队，让狼狗掏了你。那你是想让我编瞎话？我是让你说实话。可你说了，没人告诉我呀，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。是不是那个卖切糕的告诉你的？如果是他说的，那造谣者就是他；如果你不揭发他，那造谣者就是你。说多少遍了，你咋就不信呢？真是个贱皮子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用刑？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就错大发了。李警官，松本太君让你过去。Thank you.
你们一会儿啊，把这个女的关回去。明天让他们那片派出所来人，押着她挂牌站街去。郝公馆的证言证明你在当晚擅离职守，指示本案的重要证人郑怀水被杀，而且经过多方证实。 夜晚袭击郑怀水的不可能有七八个人之多。第三点，在事发前三天，你为了取悦大翠，发信号命令埋伏的抓捕人员提前出击，进入到郝家的四十中，暴露了我们的抓捕计划。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使用。 经公司决定，以你的一号案，立功，连受三级的职务予以撤销，二级梅花奖章收回。请太君把我派到基层派出所去，我要从头做起。 命运置身事外，将我主宰。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 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 将我主宰，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